阿姨，你的铺收拾好了，你回去躺着吗？没事，我就在这坐一下。这风有点大，你到这里边去坐吧。我给你削个苹果。没事的。小弟弟，你的苹果洗了没有啊？啊，洗完再削。哎。阿姨，来喝杯水吧。哎，好好好。我自己来，没事，我自己来。有点烫。啊，刚才那边人好多。嗯。哎。谢谢。阿姨。哎呀，你们吃吗？阿姨，你吃吧。哎呀，我再给他削一个好了。这杯是给你的。师傅，小伙子，炖好了，当心烫着你啊！哎，谢谢你啊！不谢，有你这样孝顺的儿子，什么病都能好啊！麻烦你了，慢走啊！好嘞，哎，慢走。哎呀！哎呀！对不起啊，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对不起啊。啊。哎，你的手怎么了？阿姨要。哎。手怎么了？烫着了吧？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事。怎么把手烫了呢？怎么那么不小心呢？来擦擦吧。哎，不能擦，不能擦！你赶紧到餐车去要点酱油，要不然会起泡的。快去吧。酱油是吧？啊、酱油，酱油、啊，快去吧。哎，你怎么搞的？怎么不小心呢？把手烫成这样子，好红。痛不痛啊？没事儿。还没事儿。阿姨，这是你儿子吧？真有福气。啊。拿来了，酱油，来给我，给我，小心点。阿姨，你也喝药吧。哎呀，我没事，看你，小心点嘛，做事情，慌慌张张的。小心点。啊，拿着，给我点纸。阿姨，纸。不用了，没有事的。哎呀，还东西，东西包一下。这，我这有手绢，包一下。阿姨，我来吧，药都凉了，你快吃吧。哎，没有事的。我来嘛，我来，我来嘛。嗯，以后做事小心一点儿，啊？哦，不要那么慌慌忙忙的嘛。
你们先看一下，这个是刚刚从云南发过来的。哦，最近呢，云南的新安一带连续发生了几起持枪抢劫杀人案。嗯，罪犯作案的对象有没有什么规律？根据云南警方传过来的技术鉴定报告显示啊，这几起案子，罪犯在实施抢劫时使用的枪支弹道测试结果，和贵州刘春河和青海省的抢劫案是用的同一支枪。哎，这是吴大龙。对，你们再仔细看一下，上面对罪犯的描述很像吴大龙。哎，吴大龙这小子又跑到云南去了。嗯，看来他对云南比较熟悉。上一次出逃，他选择的第一个点就是云南，这是我们发现的比较及时，在云南抓获了孙旺财，才打乱了他们下一步的计划。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啊，就是对已经归案的孙旺财、王胜利、李辉要加强审讯工作，要注意啊，一定要找突破口啊。当然了，你们是基层派出所啊，但是你们对这几个人比较熟悉，前一段时间又参加了侦破工作，局里头对你们还寄予厚望啊。好，我们一定配合好啊。哎，我听说你们的那个春嫂又到上海去抓犯罪嫌疑人了，是不是？哈，这个事情我们都做过了深刻检查了。上一次在青海，主要是我们大家太忙，所以就没有注意到的。局长，春嫂那个事情是我的错。其实春嫂到上海去的事情我是知道的，当时我没有指责，也没有及时向我们所长汇报，是我的错。当时这个情况是发现了一点点线索，主要还是考虑的这个办案经费紧。再说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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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批评你们的意思，啊，我只是想说呀，作为我们公安干警，应该从春嫂的身上学到什么东西，啊，学习春嫂抓住线索锲而不舍的精神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们说，论专业，论经验，论技术，她一个农村妇女能跟你们比吗？啊，但是人家每一次能够把罪犯给你抓回来，这是为什么？啊？你手小心。啊。在外面跑了那么久，好久没有吃这种面了吧？吃吧，来，晶晶，吃吧。等会儿吃完面，是不是先回家里去看一下？我不想回去。那去了派出所呢，你要跟于所长他们好好的把事情说清楚啊，不要着急。你放心，我会跟于所长他们说，你是自己回来自首的，啊，不怕，啊。吃吧，啊。
晶晶。好吃吧？啊！哎，等一下，我去给你买牙膏、牙刷，还有脸盆。你不带了。我想抽根烟。
嫂。哎呀，老李啊，啊，这是组织上的决定，不是我一人说了算。哎呀，我说你再跟我说出去，这是多好的机会。我们快去看一下，春嫂把王来子带回来了。王来子，怎么回事啊？哎，走走走。于所长，这可是于所长。我是王来子。王来子是自己来自首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小王啊，先把他弄过去再说。走吧。不。好了好了，我不嘛，放开我不。好了，快点把他带走。求你走开。带走。别走！我求求你不要走！我求求你不要走！好了好了，小王警官，我妈妈，你问一下就是了。他真的没有做什么，真的。走吧，王来子。这个春嫂真有点凶，她一个人把罪犯给弄回来了，公安还没逮到呢。她真凶，从哪里呀？听说从上海带回来的。那春嫂回来了吗？春嫂我没看着过，现在。我听说她跟老张他们在闹离婚呢。谁说的？我怎么没听说？我听他们说的。我不知道。真的，听他们说的。老张回来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罗老板，哎，你们刚才在说什么？哎，没说什么。我听见你在笑的嘛。笑什么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婆娘要回来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打过电话呀。啊。哎，她回来就回来了，又怎么了？哎，你们笑我没本事啊？笑我腿瘸啊？哎呀，你真错了。哎，你婆娘现在是名人，她把那个罪犯叫王什么？啊。王来子，对，王来子，不用帮就弄回来了，公安都杀了，你婆娘太凶了。嘿，有什么嘛？嘿，你们笑什么嘛？是。怎么了？啊，怎么了？阿姨，我想见一下来子。哎呦，这么晚了，现在几点了？这么晚了不行，见不到。我想见他。不要哭嘛，你不要哭啊，不要哭，什么事儿？我觉得这事儿都是我不好。我想见他一面，我想跟他说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啊？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不哭不哭了。
明天等到天一亮，我就带你到派出所去见，好不好吗？啊，你听话啊，睡觉吧。啊，好，不哭了啊，睡吧睡吧。睡了啊，没事，明天我肯定带你去见啊。哟，春嫂，来自，他不在。哎，请问来自在哪个房间？你去那儿看看。好。你好，请问来自在吗？哎，小罗。哎，春嫂，你们怎么这么早来了？来自在吗？王来子呢？哦，已经移交到县公安局了，昨天下午就带走了。这么快啊？哎，这个案子本该就县公安局管的，我们是基层派出所，处理不了那么大的案子。哎，老于。嗯。哎，老于。嗯。那个，想麻烦你个事情。什么事啊？那个，我们想见一下王来子。哎呀，那不可能。老于，我一定要见到王来子。哎，赵小春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？这是法律，这是公安局，你怎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？那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小罗，你帮我看着他。好。哎呀，你跟罗子，好的好的，那我不要闹了。来。哎，老于，你不要生气嘛。哎，你所长，你听我说嘛。这个事情不是为我自己，主要是为了那个女孩子。你想，人家那么远跟着来了，连句话都没有说，你想一下呢？王来的已经正式拘捕了，现在在县看守所。哎呀，老于，那些都是年轻孩子，不像我们岁数大了，没什么说的。你总让他们有说说有感情的话吧？啊，你说呢？就算我求你了，行吗？
破口。哎，老乡啊，你知道魏所长住在哪儿吗？哦，这边拐过去啊，第三家就是。哦，那边。对对对，谢谢了啊。啊，不用。哎，老魏啊。哟，老于啊，哎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哎，看看吧。哎呀，哎呀，哟，你带这么多东西来了？哎呀，所长嘛，老朋友了，来看看你吧。来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你我都是公安嘛。老于啊，哎，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？还什么嘛？哎，到底有什么事啊？老朋友了吗？来看一下你们。恐怕没那么简单吧？啊，到底有什么事？是有点小事情找你。我有个亲戚想在你所上看个人。看哪个？就那个王来子。王来子？嗯，恐怕不行。他是要犯，任何人要见，都得有局长的批示。哎，你不是废话吗？我要有局长的批示，我还用跑到这儿来找你啊？没有局长的批示，我办不到。哎，这样吧，这样吧，你诚不诚心办这件事儿？要是你没有诚心的话，那我们这个交情可就没有了啊。哎，你到底是为了谁嘛？哎呀，为我姑奶奶。哎，我没听说你有个姑奶奶呀。哎呀，你就不要往下问了。这个事情办不办得到，你就说个话吧。啊，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哎，所长他有交代的，只有五分钟时间，你们讲快点儿。来子，晶晶还有话跟你说。他们昨天打你了吗？那天在北京的时候，我问你喜不喜欢我，还记得吗？记得。那你怎么没问我喜不喜欢你？你不想知道吗？
我喜欢你。我会等你出来的。我会等你的。王来泽，时间到了，走。阿姨，如果有一天我能出监，我一定会好好做人。如果你不嫌弃我的话，我愿意当你的儿子，孝敬你一辈子。我跟你说的话，你自己都要记着，听到没有？啊，知道。回去给你爸问个好，啊，好好过日子，啊，听话，啊。路上注意点安全啊。嗯，好。还要经常跟我们联系啊。会的，会的。嗯，回去了给我打个电话来啊。把这些东西带着。谢谢。谢什么呀？那走吧，啊，小心点啊。那我走了，走吧。妈，我们坐车走吧。哎呀，不行，你自己走吧，我转一下。我还要去上班呢。我知道你要上班，上班你自己走嘛。那你路上小心点啊，晚上早点回来。知道知道。你到哪儿去了？哎，我能到哪儿去啊？我要吃饭，猪也要吃饭。哎，你回来干什么？想你啦，爸，你进来，我给你买了点东西，来吧。哎呀，爸，你等会儿抽，现在不要抽，不要抽。哎呀，干什么呀？起来嘛，试一下新衣服。哎，你钱多了呀，又没过年又没过节的，买啥新衣服啊？穿穿，嘿，
合适，好合身呢，像是给你做的一样，爸。好了好了。爸，知不知道是谁给你买的？谁买的？除了你，就是黄强，还有哪个买的？错了，我妈回来了。回不回来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爸，你们两个说话怎么都是一个腔调？你们到底是不是一家人了？他回来了，又不进这个家门，谁知道是不是一家人？他住在我这儿呢，爸，你去看一下他吗？我去看他。他有功啊！哎，爸，你不要说，妈这次真的有功，他又带回来个罪犯回来，真的。那他不是更看不上这个家了？我妈这次从上海回来，长白了，漂亮了。